这样很难看，你往跳啊呢？那怎么跳？你要做一个拉腰，拉起来，斜四十五度，好，再一次，斜四十五度哦，一、二，再回正，三、四，对了，斜四十五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千万不要跳这样，这样的话你的手会变这样。那如果你是斜四十五度，你的手就会变这样。有没有？你的上半身就不会动。好，再看一遍，为什么要斜四十五度呢？来，注意，因为你身是这样，先看我说。如果你要斜四十五度，你也变，你也变换外气，可以打。好，那我现在手不要动，我就动到腰。另外，我的手就不会动。你动腰，你的手就不会动。那你动手，你的腰就不会动。记住这个原理。你如果动手，你的腰就不会动。好，那这个人来接我是吧？来，我看这他刮到你口。我现在我不要动腰，你这个脚。对，好，你去跑，做刮伤一点。另外的，我要动手，另外这边动手，再一次。好，我退地，我捏捏。另外的，我现在动手。好，那现在我动腰。好，现在我的手不要动，我就做这样。另外两种差很多，第一个我动手，第二个动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动腰，你就会动到手。那你动腰的话，你的手就不会动。记住来，准备这个地方再做一次。好，第二条，好，动腰，拉起来，再回正。对，这个一定要把它练熟，因为这个动作常常在跳，所以你这个动作要把它跳到地底，跳拉腰，斜四十五度了。你不要转这么大，斜四十五度了，拉腰，别的腰都我还在定着，往右边拉起来，这样，对了，再回正，再拉一次。这你看啊，这个斜度往上，这里对，右去，接拉腰，手会拉腰，记住哦，手会不是这不是转的腰，手会拉腰，往上面拉，一直拉。你跑完就进入了，啊，你这样，啊，来，再往上，又紧又拉腰，好，再回正，好，对，一起连，对，拉。